尊贵的爱岗领导层，总裁 Mr. Ho，副总裁 Ms. Pang， 以及所有的 SAB、 MCCM、 CCM 以及在座的 DCM 们，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自我介绍，在广我姓萧，名叫泽勇，在康大多数人都叫我 Siew。大家好，我是 Jess， 我们都来自雪兰莪嘉义。 其实，在我们在 DCM 的日子里呢，我们掉入了非常舒适的陷阱。我们陪家人及孩子的时间多了，我们也满足现状，轻轻松松就可以 qualify 五条线。所以每一次的 DCM meeting， 我们都合格，所以连我们都觉得没有问题，这个才是大问题。再来呢，就是 Love Campaign 是令我们又爱又恨的。 因为这个 Love Campaign， 我们几乎每一年呢都能出国两次。从 Love One 到现在，我们都 qualify 2张票，结果真的玩到傻了，玩到忘记上 CCM。回想起来，做爱康真的不只是为了 campaign。然后我们也给自己借口，一定要等组织够稳够大才放 CCM。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借口，我们开始互相埋怨，我们开始计较谁做的多，谁做的少，所有的鼓励呢都变成了压力。各位，今年的爱康气势如虹，势如破竹，你们感受到了吗？为什么我们要放 CCM？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比我们吃惊的螃蟹们。 今天都fight到了他们的阶级，fight到了他们的 CCM， 使我们感到心理上非常的不平衡。这心理上的不平衡呢，也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我们一定要fight到 CCM， 不是只是喊而已，这一次一定要fight到 CCM。加上我们一直都有参与 SME、NCCM、9ND， 也就是我们上线所举办的精英训练班，在那里我们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环境。 在那里有很多的 CCM 都一直在鼓励我们，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与力量。所以呢，我们也借此掌，借出在此各位的掌声，感谢我们的这次的精英班。再说，我们也想成为组织的榜样，传销就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今天我们不犯的话，我们的下线怎么会犯呢？而且。 瑞士一直是我们向往的国家，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一次，我们不知道等到几时才有这个机会去瑞士。要翻身 CCM， 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我们大量的分享 CBB， 我们做 GSW， 参与精英训练班，并参与公司所举办的所有的活动。今天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以及卓越的。 成就感，我们得到了公司的肯定，就像今天公司安排我们在这舞台上面分享，还有你们祝福的掌声。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肯定会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在拜 CCM 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增加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下线们，与我们一同并肩作战。努力靠自己。 成功靠团队，我们非常感恩爱康的红叶体系，一群上上线们，借助大家的掌声，感谢我人生中的贵人 ，CCM Mr. Lim Ping Hong 及 Vivian Tan 夫妇，CCM Michael Lau 及 David Tan 夫妇 ，MCCM Vincent Yap 及 Grace Tan 夫妇，SAB MCCM Gabriel Wen 及 Joanne Lee 夫妇，MCCM Kenny Lee，SAB MCCM 来感谢老大及美珍姐。 谢谢你们成就了我们，我爱你们。最后，我们以这句话来与各位共勉之：成功者永不放弃，放弃者永不成功。今天那么平凡的我们都可以拜上 CCM， 我相信在座 DCM 们，只要你们要，你们也一定可以做得到。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See you at the top， 谢谢。